所需材料，将所有材料切碎备用。香菜和葱的根和叶分开放。热锅凉油，将蒜倒入煸炒香，然后放入葱根煸炒，放入适量干辣椒面翻炒匀，下入香菜根煸炒匀，然后放入红芹椒翻炒，调入生抽翻炒，调入少量盐翻炒匀，通入少许白醋煸炒匀，再放入适量盐调味。出锅前放入剩下的葱叶和香菜叶，翻炒匀即可。盛盘。